人愿意来帮忙，我们都非常的感谢，不需要对年轻人这样子挂以标签了。公开的，或许就像是他们对待高端疫苗的效应报告以及疫苗采购资料一样，必须要涂黑保密30年。既然你要参选，照理来说，你的竞选团队也应该要摊出来，在阳光下接受大家的检验。相关绿营高官的二代啊，现在是不是绿营他们也要用中央的执政资源来帮陈时中护航，或者是帮陈时中加持？